中华民国111年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展演将从你我的生活出发，探索世界经典之作对于土地与生命的连结、热爱与期待。这股深植于台湾这片土地的创造力，是点点滴滴滋润着生活与文化的泉源，在经历时代的淬炼下持续绽放光芒，探照着属于你我的未来。让我们一起延续这份土地之爱，成为彼此的台湾之光。常常听大家讲台湾之光，不过平常真正照到我们的好像只有黄昏的余光。今天难得来看一年一度的光雕秀，当然要拍照打卡，就像你现在看到的这幅取景。过去的人其实也跟我们一样，想在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中捕捉值得纪念的光。值得我们骄傲的台湾之光究竟是什么？让我们跟着台湾艺术家前辈一起来探寻。有人说台湾之光就是我们的自然美景，譬如现在坐捷运就能看到的淡水风景，或是这幅提醒我们要更珍惜原住民文化的蓝屿所见，以及用太阳表现出台湾人出头天的玉山日出。同样是玉山，这幅从嘉义街头远眺的玉山积雪，则是228事件受难艺术家陈澄波生前最后一幅作品。即使面对威权，台湾人依旧盼望春天的来临。平常好像只有那些啪哩啪哩的人才有机会变成台湾之光，就像这幅市场口，大家好像只会注意到那位有钱的摩登女子，但其实艺术家更希望我们重视的是前面挡住路的小黑，还有旁边跟我们一样的平凡人，就像煤矿坑的工人、黄昏的农民，这些辛苦打拼照亮我们生活的甘苦人，都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台湾之光。不管现在的你脸上有光或没光，今天过得欢喜或悲伤，来看光雕秀就像走进这幅夜晚的面摊。让我们坐下来一起看一场秀，喝一碗汤，听一首歌。属于我们的音乐不只有悲情，更有海纳四方的畅快风景。这些歌曲是横跨时代的记忆，献给我们共同的母亲台湾。来啦，请你紧来啦，咱做阵来去，紧来去晒乡下。你看嘞，你看嘞，一边有好咖啡，一边有好果子，小山两边。来来，请你紧来，做阵轻松来跳舞，来快乐来唱歌，同齐跳。你可能没听过刚刚这首记录下幕后代唱的欢乐情歌，也不知道这些电影海报都是艺术家陈子福的作品。有许多台湾之光曾陪着我们前进却被遗忘，让我们一件一件把他们重新找回来。叫着我，叫着我，黄昏的故乡不是在叫我，好亲亲思慕的人，幽美的歌声撩乱阮耳。若是风吹过流泪出来的时，甲添阮心内悲哀。黄埔岛，像珠宝岛的漫步，来跳漫步，来跳漫步。各位先生，各位小姐，我就是文戏。现在那是去过去所拍的电影，实在感觉真趣味。是讲这款时代哦，未过转来，
谁带了不该带的东西到学校来啊？学生跳舞是造反，专好做会跳舞这种名义，别人觉得很平常的事，可能对某些人来说有很大的意义。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，我都会爱你。有大家好好做生意，安稳的过日子。他人生得呢，甲台湾的景气同款，有好有歹。阿伯唔少啦，今年就来多。我的家在这里了，真正需要我的人都在这里。有人出一块土地，这块土地才是我。不只有海，还有山，还有人。我其实越来越爱这个地方。曾经有人不看好我，甚至要我们放弃。但是有一群人并没有放弃，相信我，相信我在做事。所有人都在看着我们，想把我们打败，等我们出错。做唔错事情，一定能破解。大家拢一家人，耐玩鸡啦！大家团结一条心 ，OK。从哪里跌倒，从哪里爬起。赛跑人就是要一直跑，投球人就是要一直投，练鼓人就是要一直打。小英雄，喝卡嘴啊！去把所有的不可能变成可能。一起加油吧！加油！加油！台湾，加油！未来。那你变做什么款？24岁的艺术家黄土水，就刻出这座超凡入圣的甘露水。他曾经许愿，希望自己故乡的年轻人能一起创下艺术的佛摩萨时代。100年后的我们，重新擦亮他的甘露水，这是在找回这片土地的艺术和历史，重新看见这一个世纪以来，有许许多多台湾人。已经用文化提醒我们，自己的国家要有自己的记忆，自己的灵魂。今后到底怎？欢喜悲伤，咱到底怎？